上搞的？怎么都找不到蜘蛛网呢？这个芝芝也真是的，不是约好一起来找蜘蛛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哎，芝芝，芝芝，原来你在这里呀！哇，你有没有搞错？咱们不是约好一起去找蜘蛛网，你居然一个人在这里看漫画！哎呦，蜘蛛网我早就找到了，你看，嗯，蜘蛛侠你们好，我是小强，请问漫画是怎样画出来的呢？我很好奇嘞。那你还在等什么？还不赶快去找答案？我现在正在找啊。看漫画也能找答案啊？Excuse me， 你没有看到我很认真的在研究吗？那你得到答案了吗？暂时还没有。哎呦，不要看了啦！我看以你的智慧，永远都找不到答案。我们去找专家比较实际一点，走吧。等一下啦，给我看完。You go。漫画是怎样画出来的呢？哼，看来我得出绝招了。祖宗，为什么你抢我的漫画？快把我书还回来！那，你接到我的画，你才拿了。猪猪，把我的书还给我。这两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嘞。小朋友，你们找谁？我们想找漫画家徐有利叔叔，请问他在吗？我就是啊。哈，你就是哥妹俩的作者。对。还给我。跟漫画相比，真人比较帅嘞。真的吗？徐有利叔叔，你好，我是猪猪，他是芝芝。你好，我很喜欢看你的书，尤其是这一本，你可以帮我签名吗？可以，没问题。芝芝，你别太失礼呀！你可别忘记，我们今天来可是有重要任务的。不好意思。徐有利叔叔啊，我们想知道漫画是怎么画成的，你可以为我们讲解吗？没问题。漫画呢是经过相当多的一个步骤而形成的一个产品，一般上我们先以作者的出发点来决定要画什么类型的漫画，当你决定了这个定位之后呢，才开始去设计漫画里头的人物主角各方面，才进入那个故事的编排了。OK， 有了故事大纲之后呢，就开始进入了那个绘画的那个阶段了啊。一般上的正常的作业呢，是凭那个作者的经验，以那个故事来起草稿。那么草稿呢，也包括了那个构图。一开始就是我们会用那个普通的铅笔，很粗暴的把它描出来，然后格子里头的人物把它分镜、角度、构图这样子把它画出来。完成了这个部分呢，就到了上色的阶段，我们就用 scanner 这样子把它 scan 进电脑里头，然后在电脑里头上色，然后又传给另外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这样文字排版，将那些对白全部打进去，然后所有的稿复印出来，方便我们检查文字，确定没有错字啦，没有问题了，基本上我们这个部分的制作就完成了。哇，画漫画的过程真的不简单啊！芝芝，不如我们来体验一下画漫画吧。好啊，我们先画自己喜欢的漫画人物，然后再拿给尤利叔叔点评一下。OK，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我们现在就去找尤利叔叔点评吧。好，走吧。尤利叔叔，哎，怎么样？尤利叔叔，这是我画的漫画，你看还可以吗？你画的漫画，
哦，这个是你画的啊？你要我怎么样点评呢？看着讲吧。OK， 基本上你整个构图呢都蛮好的，不会差，不会差，不会差啊。画的不理想的部分就是脚，你看好像那个山村金莲的鞋子这样子啊。OK， 然后那个手就好像一串香蕉这样子。你只要加强你的那个对小细节的那个注意啊，要求提高一点就很好。你啦，你画小野物啊，你这里你看凹凸不平了，不平均啊，然后因为你太快的就转弯下来了，主要是我看到是问题是在头部这里。 OK， 加油，谢谢。好耶、yeah, 好开心哦，我当然亲眼看见别人画漫画，我们也有机会自己尝试画漫画哦。我也很开心呢、啊，不但能帮网友解答问题，而且还看到徐有利叔叔本人，真是幸运啊。既然我们已经解答了网友的问题，我们就回家吧。走，回家不行。为什么？我还有些重要事情还没做了。啊？重要事情？啊，我知道了，你是想跟有利叔叔合照是吗？才不是嘞，刚刚已经拍了很多照了。难道你想报名学画漫画？哎呦，我只是爱看漫画而已，画漫画我没天分啦。又不是要合照，又不是要报名学画漫画，那你要做什么啊？哎，其实我是有一些问题要问有利叔叔啦。啊？是什么问题啊？哦，我看的大多数漫画都是黑白的，可是这些却是彩色的。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些有颜色，而有些又是黑白的呢？哦，原来是这样，不如我陪你去找有利叔叔解答这个问题吧。好吧。为什么有些漫画有颜色，有些却是黑白的呢？有利叔叔。哎，猪，怎么样？我们想问看看，为什么有些漫画是有颜色的，有些却是黑白的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以作者漫画作者来做个出发点，作者喜欢黑白的创作，他就自然就会往黑白的方面去画。那么也有一些作者会比较喜欢彩色的，自然就会往彩色的方面去创作。日本的漫画几乎都以黑白为主，因为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毕竟呢他们的那个市场的竞争很强烈，都讲求那个效率速度，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倾向了黑白的创作。当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创作的生态，我画的是儿童漫画，我自然也要倾向彩色，大部分儿童都喜欢看颜色的，而且有颜色的漫画呢会拉慢了我们的速度，多了一个工作就是上色的部分，因为上色的部分那碰到很复杂的时候呢会吃我们很多时间。当然有颜色的漫画有些的确是很精彩了，是一种很愉快的一个阅读的那个享受。哎，猪猪啊，你有没有看那些姐姐用电脑上色啊？有啊，那又怎样？我感觉上用电脑上色比用颜色笔上色好玩嘞，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试看看？好啊。哎呦，这到底要涂什么颜色嘞？哎呀，上错色了啊，我要蓝色啊。哦，原来用电脑上色那么困难啊。我放弃了，我也放弃了。唉，只是单单上色的部分就已经那么难了，你说要完成一本漫画需要多少的时间呢？工作程序又是怎样的呢？漫画的流程呢，首先当然就是刚才我已经说的啊，先由作者画了原稿，然后就进入了电脑的方面的上色排版了，接下来就到那个烧录的那进那个光碟里头拿去分色公司进行分色的复片制作，
然后完成了那个复片的制作过后呢，又传达到印刷局那里头进行那个铁板的制作啊，就是安装在印刷机里头进行印刷的。那么一开始进入印刷的那初期呢，都是不能用的，都是做个颜色的试验，看跟颜稿有没有不准确啊，颜色有没有跑啊，这样子。然后调整到最接近那个颜稿的颜色，然后才开始进入正式的那个印刷。那么印刷出来了之后呢，就进行切割了，然后又再打钉，打了书钉了，就进入了那个包装。包装了之后就发行到所有的全国的代理手中。听了有力叔叔的详细讲解后，我已经完全明白制作漫画的流程了。从完成漫画、上色、排版、分色、印刷、包装到发行，这就是整个制作漫画的过程啦。好了，我们的疑团已经解开了啦，我们赶快回家吧。等等，啊，不行，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呀？不是啦，这次我肚子痛，我要去上厕所了。观众朋友，节目又来到尾声啦，我们要分享重要讯息咯。哎，猪猪，等等我啊。哎，芝芝，你不是肚子痛吗？我没事了，好多了。那就好，我们赶快一起分享重要讯息吧。各位网友们，喜欢看漫画吗？有没有想过要学画漫画啊？告诉大家，在本地可是有些专为儿童而设的漫画课程，如幼儿卡通漫画班、初级卡通漫画班、中级卡通漫画班等等。5至6岁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幼儿卡通漫画班，应用各种颜色还有形状去画漫画。1至3年级的小朋友则可以参加初级卡通漫画班，学习混合颜色上色，还可以学习画出漫画人物的脸部表情。至于4年级以上的小朋友们可以参加中级卡通漫画班，学习画出漫画人物的身体部位还有动作啦。好了，今天的重要讯息就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